师，做好准备。稍等，我们这边还有啊。好。这是每年微博之夜大家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之一。哎，有请我们各位艺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大家互相谦让的。对。互相谦让的。啊，因为大家互相谦让，所以这个环节通常要进行半个小时左右。好，来有请。有请，来吧。来，有请各位。好的。接下来呢，各位嘉宾，三位朋友，三位嘉宾，一个按钮，我们一起伸手，用点赞的手势，一同点亮仪式台上的微博徽章，把周深请到，对，好，来，来，好。好嘞，来，我们三个人一个按钮，我们把手都汇聚到微博的徽章上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做好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可以稍微的就是挤一点点，侧个身，侧个身，哎，对，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往中间走一走，好不好？齐心协力。 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准备吧，我们一起倒计时好不好？来，十，三，有没有点默契？二，一，点赞。聚小爱，显大爱，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。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憧憬，一起为新的一年加油，为我们所有人心中的梦想加油。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2022微博之夜就为您呈现到这里了。特别感谢本次活动的总冠名纯真的大力支持，让我们和纯真一起回归纯与真，回归纯粹与真实。感谢本次活动的官方合作伙伴全新林肯 Z， 智领新生代轿车全新林肯 Z， 以50项豪华标配，智享全能，瞩目登场 Z 就对了。感谢官方合作伙伴 CPB 肌肤之钥， CPB 肌肤之钥，殿堂级护肤彩妆奢品，见证光耀之巅。感谢大家在官方直播平台微博直播收看了2022微博之夜，也感谢爱奇艺、芒果 TV、 腾讯视频、优酷咪咕视频对本次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再一次感谢您的参与，我们明年再会。朋友们，再见。安全，请浦东前滩博正路的朋友们，我们先行的离场，其他的朋友们，我们有序的慢慢的离场。请浦东前滩和博正路的朋友们可以先行离场。好，接下来朋友们，我们也是有序的离场。